小英豺狼当道，海盗万人反年金改革。请举手，看让我看你在哪里。黄巨莹将军带着诗歌朗诵队。红色必反的军工叫阿不是，是反年金改革专地，昨天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。抗议年金改革国事会议，原本号称会找30,000人来堵在总统府周边，让北市警方好紧张，动员全台近2000警力严阵以待，结果警方估算只来了12,000人，让大家有点失望，是让大家松了口气啦。毕竟警方前晚就先在凯道架起3层巨马。不过军公教的叔叔阿姨很早起，先到警服门集结后散步，结果在爱国西路延平南路口为了路权先吵起来一波。蔡英文下台，蔡英文下台，林万一下台，林万一下台。谁说军公教抗议没创意，看看这个大叔的大野狼装。我曾经打赌却不敢吞球，人家都说我是一个小瘪三，呸，无赖，输了。不要滴滴滴的四叉猫也来凑热闹晒太阳。身为一个乡民，爱看热闹也是很正常的。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，只是往前站你一点。下一次会改革更激烈，为什么就一定要用这样的原意来恫吓人民？非常非常傲慢，傲慢再傲慢。蔡总统不能只为了要一个交一个成绩单，没有照顾到大多数军工教的权益。出发中心7:30准时结束报道。